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洪都拉斯共和国即日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，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，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。